喂，呢度，唔該。呢度。喂，呢邊，唉。其实是啊，即系，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这个感觉。是当初，因为我真的第一次涉猎这个餐饮业啦。咁我想我的数是有些对于我来讲是有些意外的。咁但是洗湿了个头啦。咁既然都开始了，咁都要继续坚持下去。咁所以原来五个分了几次，都已经是去到七位数字了。咁就好彩，真係身邊有好好嘅朋友啦，無論係各方面嘅朋友都有啦，俾啲意見我哋啦。咁啊我個 partner 亦都好信任我嘅所有 idea 啦，咁所以亦都陪我去癲去做今次呢一個概念餐廳咯。另外都知道你哋會有按摩嘅服務啦，你會唔會親手幫啲客人？按摩服務咧，我就唔會親手幫客人按啦，因為我唔夠啲師傅專業啊。因為我的師傅全部都是經驗老道的，他點一點就知道你哪個位攰咁樣。但我亦都有為呢間餐廳去學很多不同的嘢啦，例如係學品酒師啦，同埋學咖啡師。咁我希望可以喺呢方面唔係淨係做咁簡單啦，可以學多啲，可以學以致用咯。希望到時可以自己親手沖杯咖啡俾大家飲。